如果欧洲只选一个国家玩，那肯定是意大利啊。有人问他到底好在哪，一分钟带你了解意大利。首先啊，意大利的风景和电影一样精彩，从北到南，从罗马、威尼斯文化大都市，到阿马菲海岸、波西塔诺，热情好客的南部小镇，意大利都十分文艺浪漫。其次呢，意大利有很好喝的咖啡、葡萄酒，好吃的冰激凌、意大利面、千层面，意大利的美食真的多。虽然外向上看起来没有法餐那么漂亮，但比较家常随性，记得千万别点菠萝味的披萨。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很热情，意大利三面环海，日照充足，这里的人们都很开朗热情。意大利这个国家就像它的冰激凌一样，从味道到氛围都很甜，去了就想留下。关注我，让我们一起游遍全欧洲。